家来吃瓜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瓜酱。在娱乐圈中，提起张国荣就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，在他的身上可以说有着很多的传奇色彩。演技十分精湛的他，最开始在娱乐圈并不出名，但是张国荣凭借自己对于角色完美的诠释，以及不管什么类型的角色都能很好驾驭，让网友熟知了他。他堪称是古装剧的前辈，同时在感情戏上也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物，情感细腻，充满情调，一说起来就让人回忆起过去那个忧郁帅气的哥哥。只是最近有网友在网上爆出一位公交司机撞脸张国荣，看到照片之后让不少人表示非常惊讶，很多网友甚至怀疑这难道是张国荣的转世，甚至有网友直呼简直长得一模一样。其实难怪大家看到这位公交司机的脸会吓一跳，因为他的确是与张国荣有些相似，让人看到他就感觉像是看到了哥哥的影子，不禁觉得有些怀念哥哥。而经常乘坐这辆公交车的网友曾表示，这位公交司机多次表示过自己并不想靠脸吃饭，毕竟通过自己努力挣来的钱花得会更开心，这让很多网友都觉得十分失望，因为大家都十分期待能再次在荧幕上见到张国荣。不过也有不少理智网友表示，或许这辈子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，毕竟失去的不会再来，大家还是应该向前看呀。你觉得这位司机跟张国荣像吗？欢迎可以夸奖留言评论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